蜘蛛乃天地之圣，被何物蛊惑？看来这伏龙城真是要变天了。我们的计划终于要开始启动了。谁是棋子？谁又是执棋之人？有人故意设局。 难道这一切都是个骗局？而始作俑者就藏于国玉妖师之内。此事背后定有更大的阴谋。非常时刻，将非常之法。共度明海之危。只要一点火星，便能将整个伏龙国烧为灰烬。国玉妖师，他不光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种信仰。前路凶险。 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突破重重险阻？你布这么大的局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次可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大事。哼，没想到你也有一天会为了天下苍生而考虑啊！估计天下苍生也没有想到吧。